这回看得清楚了，但有点太大了，我有点接受不了。试试看吧。扎了我一刀。卓山昨天看德赛玩剑魔，打 OTTO 的克烈。我说实话，就德赛那剑魔，我上我都能杀他，我真不是吹。现在他的剑魔，我说实话不太行了，没有以前那味儿，生疏了。这也就是德呀，这咋卡了呢？德赛不在斗鱼，在斗鱼我高低我得治治他。看见菲克的下场没有啊？他就会跟菲克一个下场。你好猥琐呀！三级不学 W， 学两级 Q。注意我怎么杀他的啊！卡了，刚才你会发现我刚才没动，你知道吧？卡了一下，好卡呀！这早上确实有点卡呀，这刚才都卡的没动弹了都。哎呀，这，哎呀，发生什么事了呀？这大早上的就这么卡，哎呀！太敷衍了呀，那确实是卡了呀，所以你觉得有点敷衍吗？对不对？60多确实卡，那确实卡呀。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兄弟，你就杀我一回了，你都不跟我打呀？这我确实无法理解。4-0了。我们还不是征服者，你知道吧？这人。我再试一试，我再试一试，我这怎么能杀不了呢？真追呀，兄弟呀，我可溜了呀，这看看有没有死吃啊。哎，这不能邀他了啊，这不能让他走了。
啊，他生了，那算了吧，他生了咱就拉倒了。先出个巨齿短臂。怎么又改图标啊？为什么总是改图标？你改的图标有什么用呢？这游戏不是拼图游戏，怎么老改图标呢？你狂怒小刀又改了，你老给他改样干嘛呢？还有这无用大棒，你是改的以为这是很好看是吗？你改完一回又得找一回，改完一回又得找一回。小伙子，你一刀不补啊？哎，我发现你是真猥琐。就咱也不知道因为什么，就对线他杀我一把，我杀他一把，他就是如此的猥琐，一个兵也不要。这确实是无法理解。这个车你要不？那你就别吃经验了，那你。我看你也不配吃，拉倒吧，回家去吧。你这不如玩个狗头。我怎么感觉猴伤害有点高呢？我们现在每次补完刀以后就摁 S 啊，让他以为我们是在摁 S， 然后这波直接 W 上来 EQR 转起来死。你看，哎，你们自己看那电刑看着没？你们看着电刑没？没触发，看着没？我 EQR 的啊，我的 Q 也是吸地了的，但是电刑却不触发，这就是有 bug， 有的时候触发，有的时候不触发，这就是 bug。因为我这都是三次独立的攻击 ，EQR。全部都是独立的攻击，也不是说有什么一样的攻击。回家，星石多少钱？够用了，输了。我看看削成什么样了。其他的应该没怎么改，加强了一下那个 ADC 的装备，削弱了一下中单的装备。他如果敢上来补刀，说明啥？说明蓝枪在我右边。我们等个大招，别着急啊。你怎么飞那儿去了呢？我们现在越塔杀他就是一秒钟的事儿，我估计就一秒，都不用多。推过去，也去让人干了啊！我们推一下。让他俩自己先打，我们从右边堵这个剑魔 ，EQR 点烟套起来，八八六一手平 A 接双扣走，就一秒，一秒过去的时间好像有点长哈，哎呀，没有关系了，没关系，不知道他传不传送啊，让他传。
哎，我们就留这么点血，看他传还是不传。不传这些兵你就一个也别吃，你要是传我就把你杀了。让小兵多死几个啊！虽然我没怎么杀人，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无敌了。对面的维恩得杀两把吸血鬼结账，我来了，来开引过来，有针眼没有用，兄弟呀，这怎么？给个人头啊，这呀，那火蓝恐怖片啊，你等我一会儿，给口汤喝呀，我操你，太猛了，汤都不给喝，属实过分，过分，还是来到下路这种地方吧，我们自己来一波吧，省着这连汤都不给喝。我的汤，那凯隐跟个鬼一样，哎，这凯隐的伤害确实俩技能打得比我们疼，这咋又卡了呢？你看我就说卡吧，你们还不信，一说卡这个问题，我想到了一个杀毒软件。谁说话？刚才谁说话？无法识别的 USB 设备。哪个无法识别呀？是摄像头卡了，还是鼠标卡了，还是键盘卡了？都没卡呀。插 U 盘了？没插呀，啥也没插呀。对，以前有个杀毒软件叫卡巴斯基，他这个意思就是卡巴斯基。你说谁敢用？我都不知道这剑魔哪来的，埋了得了。
这人就没有一点点玩游戏的感觉，你知道吧？从头怂到尾，一下都不打，真的是一点不夸张，一下都不打，没有打一下。除非我在塔下他能打我两下，要不然一下都不打我。和平发育，现在在塔下都不打了，你看着没？印人宰割，我都仿佛感觉到这剑魔这英雄是不是只有一？那火蓝先给他杀了吧。在干什么？想回头了，晚了，小伙子，我已经无敌了，开人也已经无敌了，这咋又卡了呢？卡完从我身边出来个维音，我真佛了都，瞬移了，什么回事啊？这怎么会一直一卡一下子呀？完了，我直播也没掉，这说明我们网应该没啥问题。而且我这是网通区吗？看一眼啊，哦，这是电信区，电信区不行啊，我这玩电信区好像就有点卡。大家挺一挺啊，等明年五月份，我就把这个网给它换了。不瞒你们说，上回我没有换网，我仔细的想了一下啊，好像也不怎么卡。你看最近这几天不是都没卡过吗？因为我玩的都是网通区，我们只要不玩电信区，避免它一下不就可以了？下当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杀个火蓝试一试啊，勾他。这个 EAQ 好像平 A 没出来，哎呀好疼。其实我觉得这星石的改动属于正常改动，如果他不这么改的话呢，确实是有点太厉害了。而且现在你说触发的这个时间虽然说是加了几秒，但是哎，这不还六秒吗？原来四秒，原来四秒啊，原来是四秒吗？四秒那有点 bug 了，说实话有点 bug 了。原来六秒改成八秒，这没改呀，显示问题。也不说动一下，你说，也不说跟着改动一下，我看看啊，我看看是不是。啊，八秒。八秒。
也不是说明跟着改动一下，真是懒鬼。也可以玩，不就少了点虚区吗？稍微少了点虚区。我真的是这火蓝就是这么不怕死吗？转起来，往回走啊！呀，无仙死了，这里头没有眼儿啊，这里头没有眼儿，呀，勾引一波，呀。这都进基地了 ，EAQ 走了，没掉血，勾他漂亮，平 A 平 A，AW 躲个 Q，A 接 Q 再 A，EA，A 死了呀，咳血战斧，我没想到啊，你给我勾他来。咳血战斧，我没想到怎么会有咳血战斧这种东西呢。打个蓝吧，回家。买个夜印之风。药丸？什么药丸？谁生病了？谁要药丸？魔切。这亚索出完无尽不朽盾弓，明显的感觉到啊，就整个人虚区就变低了。真的明显就感觉到整个人的虚区就变低了。哎我的妈呀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死了，换把长剑。下波杀着火蓝啊，这边他把闪用了，下波把他杀了。刺客猴不好，血太少了。那你玩刺客肯定血少啊，你玩刺客还五六千血，然后跟大虫子血一边多，那怎么可能呢？你玩刺客你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。这波好像是要打大龙，我这一看啊，打大龙确实行，确实行，这大龙给他打的。没事，我们两个换一条大龙。他勾维恩没勾着，勾维恩勾着了，我们还可以把维恩杀了。哎呀，早知道我把维恩换了，我要知道他这么猛，老往我脸上冲，我就杀他了。把火蓝杀了，对，先杀火蓝。哎呀，打不了空了。威音好像活了呀，威音，哎，威音，威音，我马上到啊，兄弟，他们可打不了这条龙。打龙？
直接跟我上来。A Q E， 这水龙龙魂没了，嗨呀！你看，又卡啊，又卡，哎，又开始卡，我得开个加速器了，我觉得。鱿鱼，我什么也没干啊，兄弟。干嘛闪那么快呀、啊？这等人啊！虽然你杀的多，我杀的多，你补刀多，我补刀多，但是对面啊，不容小觑。先把他们家鱿鱼杀了。前排剑魔往上冲，哎呦，我可血战斧有点猛的，这人，哎，剑魔版本之子啊，投降了，我得开个加速器了，确实是有点卡啊，确实是有点卡，兄弟们。呀，谢谢齐二。